我们会借着此次活动为契机，大力宣传湘东南红色文化旅游路线，做好呢红色文章来融合发展。一是强化红色研学与生态游学融合发展，重点打造星火、瑶岗、阳湾红色旅游示范带，开展形式多样、生动活泼的主题教育活动，打造经典红色研学游路线，建设成党员干部、青少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是强化红色文旅和休闲农旅融合发展，继续开发利用境内的红色资源，打造玉山特色的乡村文旅精品路线，发展农业观光、采摘垂钓、野餐露宿、农耕体验等一系列的景点，打造吃住玩一起的乡村游。